你菊宝老弟来了啊！偶像，偶像，你菊宝大侄儿来了。偶像不屑一顾，来就来呗。看这山的田茂，凑齐了。哎呀，菊宝进来怎么没有连吼带哈的呢？专注着这个电玩具上了。然后偶像被大帅吓得靠墙了，本来都往那边走。偶像你不揍他，这家伙太欠了。这个偶像老实，谁都欺负偶像。我去，这菊宝又对胡云俊动手了。来。灿灿，你也没玩儿。你瞅这三尺钱不？要不一起打完决个胜负得了。你看，哟，昏君你躺得挺快呀。昏君过来呀，您小梨花儿。正在是学武的年纪，他没有一个好的武术老师，学不到真功夫，再误入歧途怎么办？你干啥？你哈哈哈的！我们灿灿又有颜值，完了心性还善良，品貌还端庄，色彩还柔和，眼睛还够用，反正。灿灿还是有点长得像偶像的，毕竟亲儿子嘛。看，我去，你说这俩在这玩生死时速。哎呦我去，哎呦，出拳了一下，给菊宝给打出来了，打下来了。欺负我们长公主，虽远必诛。对，哎呦，没事啊。哎呀，大嗓门子，你是？你咋的？别上去！别上去喝！哎呦啊！要玩这个还行，猫多了，这就成了战国七雄。也不止战国七雄了，这反正各自为营的，好多猫在一起都不和睦。我去，杨俊，你要是你聪明一点的话，你把这个王八给它立起来就能拽出去。你看我家偶像，这老实巴交的被他们欺负的，走路。蹑手蹑脚的吧，你看，本是一只原住猫，现在弄的是被后来的骑在脖子上，学学胡舅舅，人家也欠，但是人家只对公共物品、公共财物搞破坏，人家不破坏别的猫，我关了永军，你也不用对他。有想法了，不跟你们玩了哈！我这趁着手机可能还有点电，没关机之前，我让母猫们玩一玩这个玩具。你别啊了，你在这好好给母猫拿过去玩。你公母你知道吧？没你事了啊！